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毒品问题啊。每周四行政院会会后例行记者会，这次出现了小小人，就在镜头右下方，原来是手语翻译官。但这大小怎么跟院长大人差这么多啊？他，你可以看到他全身上下呢都没有任何的边框啊，而且跟所谓的背景融合在一起的，而且他的大小跟院长差好多。原来这个叫做去背哦，所谓的 key 版的这个特效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可以看到上下左右绿色的地方全部都把我挡住了，我再把这个绿色背心的穿上身。我当下就变成了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透明人的代表，跟我一起奔跑吧，走走走，你看到吗？柯P在我后面，哎，不小心跌倒了。当时如果我在现场的话呢，我一定可以把柯P呢好好的给扶起来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对比一下去年国庆演说，蔡总统的身旁有个小圆框，一样有着手语翻译官，属于传统的子母框剪接手法，有点是快速方便，而且一目了然。但现在行政院记者会则是去背的电脑特效剪接。虽然没有圆框阻碍视线，但难免让人觉得这手语翻译官跟林权院长两人大小也差太多了吧。记者王维、朱显明台北报道。